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民进电视的《中国研究院》的节目。很多很多年以前啊，中国和美国之间打了一场非常悲惨的战役啊，那就是所谓的长津湖战役啊。那么这场战役双方都死了很多人啊，在几个月以前甚至更早之前，我们就不断的看到啊一些历史性的视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人会找出这些视频出来。那么现在已经拍成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在中国大陆啊，这个反响非常的强烈。那么这个电影放为什么大家反响那么强烈，是什么原因？我呢没有看这个电影，但是我不知道我们的嘉宾有没有看过。但是不管看没有看过，这个事情已经啊，大家应该多少是有所知道啊，这个电影在中国造成的这种影响。那冯志明先生是比较擅长于这个历史的研究。而且对这方面，这个战争你也有所了解吧，对吧，冯先生？可以说我了解一点这件事儿。中国的电影我没有看过，因为这边还没有放映。那个 YouTube 上面的也好像找不到。在美国的呢，拍同样的历史片我是看了，就1小时50几分钟。就这个事儿呢，就跟朝鲜战争一样，大家是都说自己赢了，就美国说美国那个打得好，中国说中国那个呢打出了国威，就跟当初朝鲜战争大家讲法一样。但是这一场战争呢，至少有几个事实，现在跟互联网上他们讲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现在不喜欢中国的那些所谓恨国党们，就说这是共军惨败，美军只死了709个人，共军呢9万多，差不多是150比1。就是比较谦虚一点的呢，就是至少是10比1，这个就经常引用的刘伯承那个讲话，就战损比是到了10比1。其实刘伯承是跟彭德怀他们俩是有过节的，因为大家也知道，最后反教条主义，彭德怀狠狠整了刘伯承。事实上呢，刘伯承讲那个话也不对，战损比没有10比1，按照维基解密，就是美国自己的数据。中共的损失呢是48000，就是死伤，主要是冻死和冻伤。美国的损失呢是14000，当然另外一个说法是17000，主要也是冻死和冻伤，大概就是3比1不到一点，是这么一个战损比。那按照美国的那个纪录片，他在最后148分钟的时候呢，他是讲这场战争美国是输了，美国再也没有回到朝鲜北部的地区，就是三八线以后就是后面拉锯的地方了。但是中方的损失肯定是远远大过美国，这也是个事实。我想中方自己呢也没有去否认。就这个战争，至少对我来说呢，我觉得一个启示就是说呢，中美不应该再战这些事儿。为了一个朝鲜打成那个样子，几次呢，美国想到要动用核武器。中方当时如果不是比较运气的话，因为苏联呢，当时有对中国有一些军事承诺，而后来呢，美国方面也就中国也接受了美国的停战的一些说法吧，就主要是战俘的遣返问题上，如果中国彻底不让步的话，那个战争真的可能是不可收拾。就这个战争怎么打起来的，我想大家都清楚，肯定是朝鲜方面先打起来的。但是中方是给了5万军队，就朝鲜族的军队，所以朝鲜的主力是，所以朝鲜人民的主力是中国军队，最能打的。而南韩军队又是谁呢？这个恐怕很多人就不知道。南韩军队其实主力是日本人，是日本军队。就说在朝鲜被日本占领的这50年期间，包括在抗日战争期间呢，就朝鲜人加入日本军队非常多。他基本就作为日本军队算的，朝鲜籍的。南韩主要的军队就是，实际上当时日本的军队，但他是朝鲜籍的。他是这么一个战争开始的时候，双方呢是完全不成比例，就军队是2比1，到飞机和大炮的时候，基本上6比1到7比1，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九兵团打这一仗，实际上，你说打得好也好，打得不好也好，并不是像人们所说的，是15万人去打3万人。
也不是说九兵团的敌人呢就是一个美国的陆战一师，九兵团的敌人实际上是美国的就第一军，他整个的部署呢是准备对美国第一军，第一军有十万人，基本上是个15万对10万的一个部署，真正参加战斗呢九兵团是7万人，而那个第一师呢是2万5加上旁边调过来的差不多3万人，是这么一个比例，绝大部分的部队没有参战在这一场里面。后来美军呢就撤退了，退到了就是新南港，然后从那儿就离开了北朝鲜，这是美国最后一次到达那个地方。两年以后 开始谈判，谈判其实就是谈一个事儿，为什么就是谈到最后谈不妥，又是反反复复，就是个战俘怎么回去的问题。我看到最近呢也算我以前有朋友就讲到说是美国有12000的战俘，中国呢有11万的战俘，说他是从什么材料上看到的，到朝鲜去参观的时候，这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数据。朝鲜在的战俘呢就和志愿军加起来是那个数，不是志愿军，志愿军只有21000的战俘，而美国的战俘也没有12000，美国战俘是4000，最后有7000人志愿军的战俘没有回来，有21个美国的战俘没有回去，是双方这么一个交换比。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场战争到底就说是怎么打成的那个样子，就是冻死这么多人，比如说中间现在增肌比较大的呢就是三个连的士兵基本上是全数冻死。那对这个呢也有各种说法，就这两天国内就有一个人因为用了个傻雕那个词，就是沙雕很可能会被刑事起诉，同时也说那毛就是毛的那个小孩呢是所谓的挂炉烤鸭，就这么一个人算是个大 V 吧，有220多万的那个粉丝。这个是实际上当时他九兵团进去的时候，他是从他27军、20军、26军，他是主攻台湾的部队，他确实没有换装。然后到了东北以后呢，因为非常仓促的就出国，以后其实要补充也不是说完全来不及。其实当时东北呢已经有几十万件的那棉衣，但因为后勤的运输非常紧张，就是连弹药包括粮食都运不及。所以他后来就没有把这个当作一个当务之急，等到战事发展的非常快，他根本也就来不及了。就对那个所谓的就是那个冰雕连，现在也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呢，像这个电影的最后就是美军向他们致敬，这是一种说法。为这种说法呢，国内一些比较左的朋友，比如像郭松年啊这些，还对这个电影提出了批评质疑。那另外一种说法呢？就说美军并不是去向他们致敬，而是向那些就是冰雕啊开枪扫射，所以证据呢就是后来从他们尸体上发生那些子弹的弹洞。我不知道哪一种是事实，因为我没有看到具体的东西，但是可以想象就是到底是开枪扫射还是脱帽致敬，这取决于当时这些士兵的心理状态，就心理强大的他可能会脱帽致敬，而心理脆弱的呢他可能会开枪扫射，而非常可能在那种溃败的情况下连司令都翻车车祸死掉，心理脆弱的可能是相当多的人。里面也讲到呢就是对战俘的处理，就是杀战俘，这个电影里面和纪录片里面都讲到，美军也讲了他们怎么做。那共产党方面呢当然就不会直接讲这个事儿。但如果大家看过另外一本书，就刘家驹最近呢非正式出版的一本书，里面也大量讲了韩战的事儿，就共产党那边也做过同样的事儿。我相信在战争状况下，这种双方掠杀俘虏也好，违反日内瓦公约的那些条约的事情都会发生的。好，我现在就讲这些。
好的，那么请扶贫先生，好，准备好了吗？好了，我也是没有看到这个电影，跟刚才沈明讲的一样，因为也找不到。看到一些评论，看到一些讲述。另外，对这个事情本身呢，长津湖之战早前还多少有些了解，所以我看到中国把这个拍成大片，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我说要是这件事儿长津湖之战如果真的像那么值得中共去讴歌，那么在毛时代早就讴歌了，那早就拍成电影，早就写成小说，写成故事，那就像上甘岭一样，搞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那怎么我们过去不知道这件事儿呢？那可能他肯定有他不好值得歌颂的这一面吧。毛时代把这事可是挖空心思啊，每个村到写村史，什么英雄事迹真的假的都有。这么大一件事情，如果他是很值得中共正面讴歌的，他早就讴歌了嘛。他没有讴歌，他就是有他的道理嘛。就这事儿有不足为外人道的方面，就是不管你从哪个角度讲，都是有这么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他今天这个演出，因为中国他当局控制的很紧了，你要是不说别的，如果单单是网络比较放得开的话，你可以听到，我相信可以听到很多很多批评的声音，可以听到很多批评的声音的。所以我这个片子，你把它，你这个美国搞他是搞成纪录片，他是把当成一回事啊，主要是陈述他的事实啊。而你现在中国是拍成个故事片，拍成个战争大片，是歌功颂德，歌颂伟大精神这个那个的，所以那当然显然就是从中国自己的角度，中共自己的角度来说，一定都是有问题的，否则这事儿早毛泽东早干了，轮不着你们后头再来发明这么件事儿了，这是第一啊。第二呢，你像中朝关系这件事情，确实你看中共有些自己说话也很多了。你看当然沈志华这方面做了研究工作很多，是冷战史的专家，也专门研究过朝鲜战争啊。他不是就说了吗？什么鲜血凝成的友谊啊，鲜血没少流，友谊没有凝成，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嘛。而且沈志华你不好说他是个什么反对人士啊，持不同政见者呀、啊，他确实是一个比较独立的这个学者啊。那么他对朝鲜战争研究，我相信读过他的、看过他的文字的人，都会觉得，反正对那个沈志华的研究有比较深刻印象的人，都会对长津湖之战这个电影不太以为然啊。再有呢，你像中国自己也是啊，他不是大家现在翻出来了吗？在2017年5月4号，《人民日报》海外版登了一个侠客岛的公众微信号啊一篇文章，批评朝鲜的。因为朝鲜在这个问题上跟中国别别扭扭嘛，就指责批评中国嘛，那篇有篇文章，那就写的是你批评中国的言论很无理，那这文章就说得很清楚，如果不是金日成他要去主动发起这个战争，北岛怎么会主动想统一朝半岛，怎么会爆发战争？那中国卷入其中，付出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引发了中美长达20年的对抗。甚至使两岸问题搁置至今啊！他说啊，中国是为了金日成当年的任性啊和这个妄动，付出了大部分的成本啊。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和北韩政府吵架，把这话吵出来的啊。他在平常他不会说这么说，但他也确实，其实说明这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他自己的一些难言之隐吧啊。这场战争就是你金日成折腾起来的，没你折腾没有那么多事情，对不对？最后你还不是回到原点，白折腾一阵，结果呢是中国付出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引发了中美长达20年的对抗。因为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个韩战爆发，中美关系即便未必能会像后来那么好，但是它不会隔绝那么长时间啊，那很多事情都会变得不一样啊。那么尤其在咱的两岸问题，大家知道正是因为韩战的爆发，那个美国才决定出动第七舰队保卫台湾，否则的话他本来都已经放弃台湾了。这些都是话，这个人民日报这个侠客岛这个文章全是站在中共的立场讲的啊。那朝鲜战争就是这么回事情啊。这个我相信他只是会在他也正在海外版上，他只是跟北朝鲜，他去北上太混了啊！
占了这么多便宜还骂我们。确实啊，你看北朝鲜的历史上他根本不写志愿军的，他根本不写你志愿军的历史的。你的志愿军的坟那挖的这个留的坟留的纪念他都敢给你拆毁。那南韩现在还有美国的驻军的啊，可是北韩早早就把你志愿军赶走了，而且不留你什么东西。一谈到整个这场战争，那都是丰功伟业，那都是咱们这个朝鲜人民都是伟大的领袖金日成，根本没提你们这些事儿啊！那中国就得了这么个东西，所以这件事情整个事情，你拿着这个大做文章，我觉得真是，你当然你讲的你的一面之词，一般人也不知其所以然，那当然可能会大感动一番，像这战争大片。那么鲜血淋漓的，那种场面，那总是很暴力的场面啊，那总是会很吸引人啊，那种自我牺牲的精神，不管谁牺牲，你再看着人都容易受感动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是且不说从我们的角度，我就是从中国政府过去的一贯的角度来说，那都是真是大可推销。你那网上不是也登了那个这个片子的那个监制人黄建新的讲话吗？啊，他就说，说这个，当然是美国人说的，美国人都打怕了，说看到中国志愿军的士兵像蚂蚁一样涌来，倒下一片又来一片，啊，美国人都打怕了，说这，那我也看到有报道说啊，就是美国兵就是怕了，手软了，说这不是打仗，这是屠杀，你面对了一些就是拿着一些很简陋的步枪，说这边是机关枪、坦克车、大炮。你根本不是对手嘛，所以而一片一片的来，就是那根本就是送死嘛，完全是送死啊，所以使得很多美国兵他打不下去了，对啊，你想想这些场面，我觉得那有什么好处呢？当然，他可以另一方面呢，他可以作为一种佐证啊。那原来毛泽东讲过嘛，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中国有6亿人呢，死了一半还有3亿呢，他我怕谁啊？那你看这话这个口气，就和长津湖他所渲染的这一套，以及那些为长津湖所感动的那人，他有他一样的逻辑。所以这句话，毛泽东这句话，一般人老抓出来就批判，当然有道理了，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但这种话，他说的出口，他有些人会接受，他就有这么一种背景，他在这种背景之下，他就会接受。就跟像朱成虎那句话一样啊，说如果美国你要在台湾问题上，要怎么怎么样，那中国就考虑动用核武器。做好西安以东，所有城市被摧毁的准备。当然，你们美国也要做好你们的这个西部有一两百个城市会被摧毁的这么一种准备。我说他朱成虎这个话说的，很看上去很不合乎常理，因为合乎常理的说法，当向对方互相威胁的时候，我不怕你，我敢跟你打，那总是说一旦打起来，你的损失会比我的损失大。而他这个讲的呢，说的是相反，说的是我的损失会比你的损失大。你看，我们一旦打起来，我们就要考虑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那西安以东那是80%的人呢，那人口是虽然一半领土是一半多，但是人口是绝对80%以上啊。而你只是打掉，消灭美国方面这个西部的100-200个城市，这个得失根本不成比例嘛，哪有这么去表示你敢打仗的呢？但是话说回来，他所体现的就是长津湖宣传那一套，我们就是人多，我们就是死，打不过你，没你的武器好，我们死的人比你多，但是我们就这么多人，我们哪怕死这么多人，哪怕这么多人去送死，我们也要跟你打，到头来是你输不起，就是这样子。你核战争吧，核战争没有赢家，那就是看谁输得起谁输不起，谁不怕输谁怕输谁怕，或者说哪一方更不怕死人，哪一方更不怕死自己人，这是关键一条，更不怕死自己人，那哪方就赢了啊！就跟我们跟有些街上遇到有些流氓，像牛二这种流氓，为什么大家不敢惹他呢？他动不动就要跟你拼命啊！当然你也可以把他一刀给砍了，但是你就会吃官司啊，你觉得不值啊，对不对啊？你对你的命、对你的人身安全、对个人太在乎，不愿意受无端的受损失。因此呢，对他的一些胡来的些呢，你就只好让了，大家都不敢惹他，他随时可以拿出去，你说喝出去了，首先是他喝得出自己，然后呢，他能从你这儿得到的东西呢，能打摧毁你的东西，并不见得比他的多啊。就像是一场不相称的战争，是不相称的牺牲，
但是呢，问题是你舍不得你这种牺牲吗？你觉得你这些牺牲不上算吗？啊，所以你觉得在这情况，那你应该好让一步吧。那除非你搞到头上来了，没无路可让了，否则一般时候人就会遇到这种让步。我们在生活中这种情况遇多了嘛，遇到有些流氓动不动就白道的出进黑道的出的，我们明明知道他们有什么背景，也没什么了不得，对吧？而且他们要做了那种坏事之后，他们也要受到惩罚，也要受到很严厉的惩罚。但是我们好汉不吃眼前亏啊，我们不愿意为跟他这种人一点争执，让我们白白的受了一个损失啊！你少掉。打了一番的结果，你少掉一条胳膊，他少掉两条大腿，他损失比你大多了。但是那我们干什么要少掉那一条胳膊呢？我们不干嘛？所以遇到事儿，好了，算了，就宁肯让他一分啊。尤其是像他这种中国这种说法呢，他是保护台湾啊，或者韩战保家卫国，好像还是一种自卫的立场啊，用的显得比较情有可原。就是我们为了自愿，我们自卫，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愿意牺牲一切，哪怕我们到头来牺牲比你更大，我们还是要这么做啊。他这样子来呢，哎，居然，他就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动。另外呢，他在某些方面呢，就可能给他的对手造成一种威胁，就是觉得不上算，那跟你纠缠的真不上算。那还是算了吧，就可能息事宁人。所以你不能说像这种话看上去很恶劣，哎，它居然就能起作用。就像这个长津湖，我们看起来毛时代看起来它都不好拿来出来公开拍成电影，在这大张旗鼓的宣传，而它现在在这个时代居然它就敢这么做。所以这个事本身，我觉得折射出我们现在的很多问题。好的，说这我回答一下胡平那个，就是毛之所以不拍这个电影，毛时期，一个是因为军队的这个电影呢有非常大的争议，就刚我说了，就是对，包括像刘伯承就要讲10-1的战损比，这个实际上不是事实。对，彭德怀呢，当然他指挥这个战役，他就很不高兴，所以他们俩互相在打。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中共当时在朝鲜的这135万部队过去了十几个军轮训，他所有的在朝鲜战争中间被撤职的师级的干部。一共4个，有2个就在长津湖战役里面被撤职的。他当时是有3个军，20军、27军、26军。对，在26军作为预备队，就26军的88师的师长吴大林呢就被撤职，包括政委就几乎被枪毙。但不是说他打仗不好，而说呢他贻误了军机，就是后来就在美军被打败以后，可以说美军是逃到了那个西南港，在一条18公里的路上呢走了好多天，差不多1个星期，就这边完全没有力量去追了。他的一个生力军结果从3号给他指令，叫他立刻奔赴战场，等他赶到的时候呢差不多已经到10号了。所以就说他贻误了战机，就几乎枪毙，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师长，他2个。再一个呢就是输赢的问题，就美国自己在长津湖，他的就这个纪录片的结尾他怎么讲的呢？他说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中国人的胜利，是他们把联合国部队赶出了北朝鲜的关键的一掌，我们从此以后没有再能回到那儿。然后他继续说，那他中国人战胜了美国人，但是他们的损失是惊人的。他这样讲，他毛用他手头的一切来对付陆战队，而陆战队最后逃出了他们的铁拳。最后实际上是美国的所有部队离开了那儿，从坐船，而共产党去追他们的时候只有2000人，那2000人根本没有任何战斗力，就所谓的冰雕连也是属于可以阻击就全部冻死在那儿。所以我觉得严格说呢，不应该去说这个战争谁赢谁输，而且你刚刚说那个就是用人海战术啊，这些不把人当回事啊，这个东西就使我想起我们也有一个大历史学家辛浩年。他说过同样的故事，跟你那个就有点异曲同工了。我想你可能也看过，对吧？他是很著名的历史学家。他说什么呢？他说中共打孟良崮也是这么一个故事嘛，也算是惨胜吧，对不对？死的人肯定比那边要多。但他怎么讲呢？他说中共打孟良崮的秘诀就是惨无人道的使用人海战术。第一波冲锋是一群老头老太太，第二波是一群小孩，第三波呢赤身裸体的妇女，就地主的女儿和地主太太。他共军就利用这种人海战术，利用国军的恻隐之心，就你刚讲的同样话，
手都打软了，不忍心再打。那是他这个编制，这个片子监制讲的。然后他的结束是怎么讲？他人类战争史上没有比中共更无人性的、更无耻的了。所以我只能说，历史学家就是历史学家，对吧？人家就读的书就是多，反正我没有读到过那些故事。其实我是觉得，死的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就像刘伯承晚年不看战争片一样的。现在一讲到抗美援朝也好，讲到就是解放战争就更是这样了，动辄就是歼敌几万、几十万，的确很威武雄壮，演的那种电影。但你仔细一想呢，歼灭的都是中国人。现在一样，你说歼灭了多少美国人也好，歼灭多少中国人也好，我不知道你现在身份，我现在反正身份是美国人，我都不愿意看到。就最好就是这种事儿永远不要再发生。问题就是这个片子他在宣扬这种事儿啊。那个就是长津湖那个监制，他的你看看，你网上有的，我是看到，所以我回头转给你看，他侃侃而谈，他就说那美国人就是说被给打怕了，他看见中国的士兵像蚂蚁一样拥来，倒下一片又一片，就是他就是说的，而这个片子就在歌颂这种精神。哎，但是至少我们就不要再去从另外一个反向的，就是没有反向，美国人又打死多少中国人？我不喜欢，我说的就不喜欢这种精神嘛。问题人家歌颂就是这种精神。这个片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中国的描述，我也看到美国的描述，但我觉得基本上美国人他们在谈这个电影的时候啊，在谈这个事件的时候，他们已经走出了历史了。比如说我看这个美国老兵被打伤，你这话正是该批评长津湖的。你这话正是该批评张津湖。这是我的看法。他说如果我现在再看，而也是我们不满意长津湖的成分在部分在。我刚才讲的嘛，你不是不满意？站在中国政府的立场，我觉得他就是有。我知道，但是你有个问题是，你对中国的所有事儿你都不满意，你没有满意。那不是啊，他怎么做你都不满意。这种事儿就站在中国政府的立场，我觉得说他都是不合适。我就说为什么这些毛时代他不会拍这种片子？你想，你在这儿做过很多年节目，你有过一次满意吗？中国政府做对过一次事儿吗？哎，那我这个我。那你不能这么说了啊，那你不能这么说。哎，他做一百件事，我顶多批评个五十件事，那我这五十件事没有批评的还得多的是啊，我没批评的还多着呢，对不对？就而且批评的时候我还是很分析他是怎么个来头啊，他来龙去脉是如何。反正现在再这样说得很清楚嘛，就是像海外民运这样在批评。你不要扯了一边去，你说我们哪一个具体的哪件事没批评对，那好我们来争论。你不能来这个，那你没有意思了嘛，就没有意思了。不就所谓的冯，所以像这个你根本就说反了嘛。我说了，这长津湖他这个片子宣扬的就是这种精神，而这话呢是长津湖的监制在镜头面前讲的，你网上都可以查到。而且我正是对这种讲法很不以为然，结果你对着我来大批评一通。你有本事你该对着长津湖去批啊，你该对着那个监制那个叫黄建新的，你该去批评他呀。我们说。他最缺少这种你说的这种精神，就是他嘛，对不对啊？就是这样子的，不要搞。我看你现在你已经在，因为很多人骂汉奸，对不对？你在替那个在辩护，哎、那都毫无意思的话了。你的辩护理由是什么呢？你说什么？我们不要在这儿扯，不要扯扯这。推翻了中共，我们就不是汉奸，我们就民族英雄。推不翻就是汉奸，你说这种辩论还有意义吗？时光，对不对？现在的这个，你能不能讲一下老百姓为什么看这么一个悲惨的电影，这个能看得下去？我是现在海外看不到啊，我也不知道。如果看得到，我也会拖很长时间再看。像我一个朋友写过一个《唐山大地震》，后来拍成电影了，我都是拖了很长很长时间再去看。就是你有一点，你了解一点的基本的知识背景，你都知道不忍去看。为什么中国人可以从里面看出亢奋？是不是跟现在的这种中美对抗啊，那么这个中国人的这种情绪现在高涨有一些关系呢？我觉得你联想太多了，本身这是一个大内宣嘛，大内宣就是洗脑作品。而且各这个中宣部各个省委宣传部安排组织大家去看，对吧？不看白不看，公司出钱，对吧？单位出钱，不看白不看。你个别人因为这个东西很亢奋，那小孩不懂事儿，咱们就不管了嘛，对不对？成年人，我觉得不应该那样啊，不应该那样，就是为那种，就是说这种没有人道主义的这种，审美，血淋淋的审美而感动，没有意义啊，就是这种。然后我先回到咱们这个话题上来讲，今天讲这个长津湖啊。我觉得首先讲的实际上是朝鲜战争，你说长津湖的后果是什么？我觉得朝鲜战争的后果是什么，对吧？朝鲜战争的后果，因为长津湖算是
标准的是第一次战役，因为所以第一次战役都是诱敌深入，打一下就跑，打一下就跑，让麦克阿瑟没有任何警觉，结果呢最后想用这个第九兵团吃掉这个陆战一师啊，想在国际上造成一个大影响，放一个大炮仗，是这么一个事儿啊。那么实际上它是朝鲜战争的一个我觉得非常关键的一仗。那么朝鲜战争后果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就是中美关系彻底交恶，中国和这个现在他最推崇的所谓联合国体系完全没有关联，对吧？完全没有机会啊，这隔绝了几十年，中美彻底交恶，中国和联合国体系彻底这个掰扯了啊，被制裁了好几年，所有的成员国啊对中国搞禁运啊，制裁好几年。那么另外一个什么美苏式的装备啊，把美中国的这个整个部队啊换成苏式装备，还有一个后期的那个赫鲁晓夫援建的100多个工业大项目，这也是实际上也是朝鲜战争的一个后果，就是完全选边站啊，它不是像有些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啊。那么还有一个后果就是说朝鲜分裂至今啊，朝鲜本来是金日成出兵去打，把这个韩国统一了啊，那么后来呢这个麦克阿瑟仁川东路又把北部统一了，那么中国一出兵又退回到三八线，当然据说是韩国是多得了1000平方公里，就这一仗打完的结果就是韩国基本维持在三八停战线上，但是韩国多得了1000多平方公里。但是政治后果上就是中美彻底交恶，中国和苏联彻底站在一起，朝鲜这个彻底分裂啊，彻底分裂维持到现在啊。那么还有一个呢，中华民国在台湾得以保全啊，得以保全。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毛岸英死在了战场上，毛泽东的这个长子，最有可能成为储君的人啊，就是本来他是个金正日啊，这中国的没有金正日，所以没有形成一个毛家王朝啊。然后这个是这个反而让中国避免了这个朝鲜的命运啊，这东亚国家这个朝鲜的命运有后面这个改开，这是个非常意外的一个事件。就是在毛泽东晚年的时候，如果说毛岸英在，有可能就是毛岸英接班了。那么再往后走，就是美国在韩国长期驻军，本来都是要撤的啊，为什么这个北朝鲜能够北韩能够一路挺进呢？是因为没有美军了嘛，啊，或者极少数美军啊，极少数的美军。那么现在美军以联合国军的名义又返回来，最后形成了一个所谓的第一岛链啊，围绕着韩国、日本、这个台湾这么一个系统啊，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形成一个围堵之势啊，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变化，就朝鲜战争带来很多客观后果。当然了，最后呢，中苏关系也破裂了。那毛泽东一看，中苏也不好，中美也不好，那怎么办？那就中美关系正常化嘛，啊，是。但是呢，中美关系正常化有一个遗产，就是台湾可能永远的，可能最后是要独立了，啊，就是我们看到的今天这个局，台湾这个今天的局面，实际上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啊，有关系的。那么当时的咱们看到这个长津湖这个电影呢，我觉得电影真的没必要太去批判了，就是一个大内宣的一个作品，没必要我们在海外又看不着还要讲半天，就讲这个战史上这个事儿呢。实际上是第九兵团是绝对的主力啊，中共的绝对的主力，他本来是准备打台湾的。那么在战史上来讲呢，他第九兵团三个整编军实际上他干翻过这个张灵甫的新编74师、黄维兵团、邱清泉兵团、黄伯韬兵团、胡琏兵团，都是国军的绝对主力，而且美式装备都是这个第九兵团啊，第九兵团战绩赫赫。当然美国的这个陆战一师也是，海军陆战一师也是战绩赫赫在太平洋战场上，这是两个是都是两方的绝对的主力。但是对美军来讲，它是属于一个不知情的状态，他本来是要打到鸭绿江去的啊，准备在圣诞节回家过年的。这是麦克阿瑟，他们是大意，完全大意，根本没有想到，尽管有各种情报说这个中国军队在鸭绿江集结，但是
麦克阿瑟的脑子里根本没有说他会跨过鸭绿江这个意识，他根本没有啊。那么这是一个主帅的问题，联合国军的这个总司令的主帅的意识，实际上在杜鲁门那儿都有，而在一些下级军官那儿也看到了，但是这个主帅大意了，因为仁川登陆很辉煌啊，但是他主帅大意了，这样就把陆战一师放在了一个有可能被全歼的一个位置上。所以从战史上来讲的话呢，等于对方是150,000人，整个第九兵团150,000，那这个加强了的兵团，每个军是4个师，不是3个师，是4个师。那么150,000人里头呢，他的一个据说他的一个重大失误是26军作为这个预备队没有及时投入，这样的话等于是10万人攻击这个不到20,000人啊，就是陆战一师实际上是1.7万人，还有几百个这个英国的特遣队，说这一部分人他属于一个守势，而这个中共那个志愿军呢属于一个攻势，而且是一个突袭的一个状态。突袭状态就是白天潜伏，晚上行动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在最初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啊，或者中国军队，他们叫红军。我看那个美国的纪录片叫红军，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是红军啊。所以，但是呢，从这个战史上来看的话，因为白天他不敢打，因为没有空中制空权，晚上打非常辛苦，就等于是5:1的比例啊，就10万人对将近20,000人是5:1的比例。但是你知道，在守的时候，守比较容易，攻是比较难，而且是晚上，所以也能看到了，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美军的这个战力也是非常强，这个陆战一师的战力非常强，实际上就是几晚上的攻击下来，就反而把这个几个师给打残了。所以刚才这个盛明有讲到，就是26军组织追击的时候，你想一个军50,000人的编制，只能组织起2,000人，那其他人就基本上残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还有很多这个冰冻的啊，像冰雕一样的，它实际上并不是，很多人说是这个没有来得及带棉，这怎么可能呢？从军备上来讲，这绝不可能。就是说你10万人这么大的一个主力部队，你进入台湾你没有棉衣，进入朝鲜没有棉衣，实际上是因为急行军造成的。因为急行军的时候可能都脱掉了，因为要全歼，中方的意图是要全歼陆战一师，造成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军事，就是政治上的一个重大影响。实际上美方也做好准备了，如果说在杜鲁门心里头，如果说中国出战或者苏联出战的话，那他们就会退守到38线。实际上最初的建议就是给这个麦克萨的建议，就是美军不要深入38线以北，让韩国军队去打，实际上就是要避免和中国和苏联的这个军队的直接冲突。而且这个战争中间确实非常惨烈，因为极寒天气，将近零下37、38度的天气，我看那个美军的战士描述的，就是说实际上很多人腿都打断了没有死，因为什么呢？那个伤口马上冻住了，就是鲜血都堵住了。就是说有的那个战士这个抬到急救以后呢，五个弹孔在流血，因为之前都冻住了啊。所以这个战争呢，对美军来讲也是刻骨铭心的一股残酷。而且那个冲号一吹，漫山遍野的这个中国人啊，中国部队，他们事先是很大意的。第一个，麦克阿瑟就不认为中国会进来；第二个呢，就是他的这个前线的指挥官，他就说那些中国厨子你怕什么，就是他们对中国人印象就是美国那些中国厨子。所以这一战呢，实际上让美国人对所谓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有了一个一线的一个很深切的一个体会。实际上你看美国在欧洲战场上和这个纳粹打仗，和意大利打仗，它是一种感受，但是在亚洲战场，尤其在东亚和二战中间和日本打仗，多惨酷，和朝鲜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后面的越战，实际上都是实际上美国牺牲不起了，啊，这个就是说这种战争太残酷，而且呢，就是中方没法打，中方是几乎是没法打，因为没有制空权，他追击他怎么追击，
他白天的是，因为追击白天不能歇着，以他一上路那边就扔汽油弹，就把你26军也打残了，就是你的预备队也给打残了。所以后面人战史评论就是说，宋时轮这个26军的这个预备队动用的太晚。实际上当时那个情况下，就是说这个战役中间双方都有大失误，大失误。从麦克阿瑟这一集来讲，就是不期而遇，他没有做心理准备。另外一个焦灼打上之后呢，到最后的时候，陆战一师可能不需要撤了，因为他也不知道对方到底有多伤亡是什么个状况。你如果说26军只能组织起2000人，而实际上的那个陆战一师的17000人，他可能有几百人死亡，但是也有失踪的，上千人失踪，也有冻伤的。但是基本的战力还在，几个礼拜以后他就又投入战斗了。但是这个第九兵团休整了4个月，休整四个月就基本上这个主力的兵团完全打残了。最后每个军又补充一个师，而恢复到3个师，你就知道他的战斗满员，按官方资料是损失了48000，但极有可能是78000，损失这么一个损失一过半。那么当时的陆战一师如果说知道对方的内情，有可能他反而会反击，所以这个战争可能比电影一样更是一个遗憾的艺术，你事后才知道。但是我总觉得就是说这个战争本身确实改变了，就这个战役作为朝鲜战争中间的关键一战，是两大主力碰撞，确实给这个中国的这个最高决策层也给了一个印象，就是说美军虽然都是美械装备，美军不是国军，他的战斗力确确实实非凡。我也看到这个那个纪录片中间很多就是高中毕业生就紧急的应招啊，紧急应招去了，所以你也能知道这种都是新兵啊，那边还是老兵为主，这边很多陆战一师还有很多新兵，但是美国人那个战力确实不可小视，他关键是战争意志，关键他的战争意志是要服从于他的政治规划的。那么从这件事情来讲，长津湖战役呢，我觉得不值得太多探讨。为什么呢？第一个来讲，他的这个战役本身是要消灭陆战一师的，但是这个没有达成，陆战一师跑掉了。另外一个，陆战一师本来可以反攻的，也没有反攻，也跑掉了。那么第二个来讲，只要中共出兵了，这个战争就基本上就会停留在38线，这是美国的政治意志。就是麦克阿瑟被撤掉也是这个问题，麦克阿瑟甚至想用核弹嘛，这个也把它撤掉。美国的政治军事是服从于政治的啊，而在中共那边来讲，军事和政治是几乎是一体化的，所以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毛泽东从他年轻时候打仗一直打到韩战，一直打到朝鲜战争，所以他那个战法可能就是一个调整的问题。因为他第一次碰到美军，实际上他也大意，他认为可以吃掉一个美国的最精锐的这个陆战一师，最后发现连一个营都很难，这是后来的发现。所以我觉得关于这个片子，如果看看纪录片还可以，看那个大内宣的作品，我觉得实在是浪费时间，浪费感情。我觉得就中国现在拍这个电影，现在中国人看，你不能说老百姓喜欢就大内宣，你对吧，不值得一看。就为什么，你想一下，就中国人喜欢的在这儿的驻军都不喜欢，对吧？中国人不喜欢的大家都在那儿拼命的鼓吹，这个我真的觉得你自己要想一下。那么还有一个呢，你刚两次说到他不是26军去追，就是残余的27军和20军的那些在追，26军基本上没有进入战场，在那个时候。而他你说死了几百人的绝对不是，按照美国自己的说法是死了1029个人，失踪了4800人，加起来差不多6000，失踪的人最后都是死了，他不可能飞到天上去了，那不算战俘，战俘只有几百人，就200多人。再一个呢，他的非战斗是那个人数呢是7000多人，所以美国自己的估计那场战争多少呢？17843个人，就是死伤，而中国的估计反而还小一点，中国估计是13400人，所以没有全歼，但是基本上是也丧失战斗力了。最后，
是这么一场战役。好，谢谢三位啊！今天因为实在是时间太长啊，你们撑得住，我都撑不住了，因为我一是在把你们的讲话做一个很相当完整的这个笔记啊，做下来已经非常的累了。当然，相信你们也很疲劳啊。这个不好意思，今天讨论的有点长，因为中间的争论的问题啊等等。希望下个星期的节目我们简短一点啊，更加紧凑一点啊。谢谢旭光，谢谢胡平。啊，谢谢盛平，谢谢三位先生。这个我得补充一句，刚才盛平兄说这个，好像我们就不是中国人了。对，我这就，我现在第一个我再重申一下，就是说那个电影是大内宣，你不爱看，并不意味着你不是中国人，啊，也可能你是更加正常的一个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多？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都愿意？咱们这个时政分析节目，我从来不通过看电视剧、看电影来获得我对这个时政的一个判断。我们今天能不能把真正的经历，或者说对一个史料的一个看法，啊，留到下个星期好吗？谢谢我们的编导，谢谢我们的观众，请大家给我们的节目点赞啊！另外一个是要订阅这个民进电视啊！谢谢。打开民进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不代表民进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 频道名民进火拍，苹果博客名民进火拍音频版，网站 www.minjingnews.com， 推特 @minjingnews， 脸书 facebook.com